用泡沫清洗剂啊？不用，不用喷标靶蜡就行了。标靶蜡。搞得湿一点，
旁边仪表台上还有的。我操！没有。你要往身上喷了，这样。这好刺激哦！别乱喷，别喷人脸上。别喷，别喷在手上，喷在手上好，好烫。我感觉脏了，你。你说你有你大爷。别往那拍，碰了就看着亮一点。这是什么？你看他这个，你看他这个，你这是满的，压力大。你这个这个模式，这还有那3M限速保护剂吗？也不上。你这个怎么这么猛？我新买的，超市买的。我们那个新买的也没什么用。哪里没那么大？这个什么牌子？这个贡献。这个多少钱一瓶？十几块钱吧，不记得，一起吃莲花买的，啊，莲花超市买的，这个猛啊，拿去吧，送给你了。你应该这样子，这看的是两啊。